就低头。所以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我们在你永恒中来敬拜，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尊荣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这时候是睡熟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候可以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中，不但是敬拜你，我们还要来称谢你。主，这时候来，我们来思想你的爱。主，你在我们身上，在这一年中，主你所赏赐的各样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感恩的人。在这个时候静下的时候，可以来数算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感谢你照顾我们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的健康工作。主，我们要借着这机会，主向你，因为照顾保护我们的家人，也是他们的健康，他们的工作，他们的成长，主，我们要献上感谢。我们也为我们亲爱的朋友好友来献上感谢。主，还有我们周围的人，甚至不认识的人，主，特别是那些在困苦中，主，我们都求你这时候也来纪念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你的爱常常向我们显现。主，你应许说，凡劳苦重担的，主，你要让我们得释放，也让我们得自由。主，我们再次的感谢你。主，巴不得今天，主，你来，在这个主日，主与我们亲近，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更得恩典。我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面前，我们要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我们同来诵读主导文。好，请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今天要来读今天的经文，《路加福音》三章到三，不不三，哎，对，三章三至六。翻到的时候，我们荧幕上有吧，我们就来，弟兄，我们念单数节，姊妹念双数节，第六节的时候我们一同同声，请弟兄来。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胜。姊妹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弟兄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。姊妹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在一起，一起来，第六节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我们都是有血气的，帮得我们能够看到神。
的救恩，在这世上能够成为这个见证。好，来，我们下面要来请，就说是读完圣经的，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先辈牧师为我们来讲道。